多謝各位今日嚟臨我哋中國拳王插畫漫畫展。今日嘅活動正式開始，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首先請出澳門動漫文化促進交流促進會會長陳兆明先生為我哋致辭。啊，咁多位嘉賓，咁多位來賓，大家好啊！胡志傑，佢係澳門拳王，澳門已經贏咗七次啦，已經嚇打遍澳門無敵手啦。之後咧，佢就代表澳門去對外參加好多次嘅國際賽事，亦都得到好多好豐盛嘅成績。2011年，佢卸下拳套，執起畫筆，話佢嘅好朋友奧運冠軍、奧運金牌冠軍、亞運金牌冠軍，亦都係呢個 WBO 嘅聯賽嘅冠軍，金牌金腰帶。寫下他的傳奇故事，周兆明先生亦都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拳擊界的一個代表。今次做這個中國拳王的插畫油畫展，除了是向對外或者是加深對澳門、令到澳門市民加深中國拳王這本漫畫認識之外，亦都令到大家對胡志傑有更加深的認識，亦都有利提升我哋澳門漫畫界嘅形象，亦都提升胡志傑先生嘅藝術成就、藝術嘅功底。我成日同佢講，佢嘅漫畫係用筆嚟畫，但係我為佢哋嘅漫畫事業，除咗胡志傑之外，仲有我哋一班嘅其他嘅漫畫嘅成員，我以我咧係用腳嚟幫佢哋寫下佢哋嘅漫畫事業。今次嘅畫展咧，除了可以印證《中國拳王》這本漫畫的成就之外，亦都可以印證到胡志傑先生的藝術成就。在未來呢，亦都好，應該是今個月，亦都很開心地去做到一件事，就是我們將澳門漫畫是帶到更加遠的地方。在今個月的3月16日，中國拳王是將會登陸日本，在日本的網站上面連載。咁之後嘅咧，亦都有其他嘅澳門漫畫嘅。未來我哋希望咧，繼續為澳門漫畫寫下更加光輝嘅一頁，可以為澳門漫畫走得更遠更遠。好啦，以下落嚟，我哋嘅主角佢哋用一種好特別嘅形式出現，同大家見面，俾啲掌聲！澳門拳王胡志傑。好特別的開場，咦？不止開場儀式咁簡單，我仲會有表演俾我哋睇添。咁咧，而家咧為我哋示範嘅咧就係 boxing 入邊咧，我哋有六種拳嘅。咁首先我哋示範前手直拳，前手咧係我哋 boxing 咧就係即係左手咁解嘅。好，咁我哋再試下依個後手直拳。咁後手咧會比前手咧，哇，更加大力嘅，即係後手咧通常都係擊到對方嘅，所以你會見到咧會比較大力嘅。咁咧我哋再試下依個前手擺拳，係啦。咁咧，咁而家到後手啦，後手咧又係會相當之大力嘅，係啊。Okay, so much for the demon boxing exercise demonstration between Jan Wu and Miss Chow。嗱，咁而家咧就可以宣布黃小秋小姐嘅另一個身份咧，就係胡太嚟嘅，佢係胡志傑先生嘅老婆嚟嘅。Yeah, so actually they're couples. Miss Chow is Mrs. Wu. Yeah, they have boxing exercise quite often. So maybe you say that Miss they didn't do thi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所以頭先嘅比賽咧係。胡志傑贏嘅，佢抱得美人歸，即刻去。咁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就邀請嘉賓進行展賽儀式。咁首先邀請 WBO 世界拳擊組織亞太區委員於建亨先生。澳門動漫交流促進會會長陳兆明先生。今日的主角畫家胡志傑先生，
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行政委員朱妙麗小姐，澳門基金會委員歐榮智先生，官樂怡基金會主席官樂怡先生，我哋咧就可以剪彩儀式開始啦，一、二、三。咁請各位嘉賓留步。咁今日送出嘅紀念品咧係美國公司為我做嘅，美國公司 My Style 為我做嘅一個我啲油畫嘅複製版，咁啊都製作非常精美嘅，咁希望大家中意。今日雖然剪彩完畢，但係咧我好多謝澳門漫畫交流促進會陳兆永先生幫咗澳門畫跑咗好多，做咗好多嘢，令到我哋嘅畫作終於都有得揚威海外，終於可見到大家啦。咁等下先，好多謝基金會俾面支持啊！帶咗我好多好多嘅交流團，令我認識咗好多嘢。好多謝朱妙麗小姐文化產業基金，支持咗我哋，好多謝你。好多謝官樂怡先生，英文麻麻地，咁就借咗呢個咁好嘅地方俾我哋做啲展覽，好多謝曬，好多謝曬。仲跟住好多謝現場好多朋友啦，好多當年嘅澳門隊運動員都喺度啦，亦都有現役拳手喺度啦，亦都有啱啱新鮮出爐嘅。踢拳的亞洲第二名都來了，亦都很多謝我有份開的禮品店澳門的 partner 都來了。今天最後要多謝重量級別多謝 WBO 世界拳擊組織很支持這個畫展，除了委員會來了之後，亦都帶了一樣很珍貴的東西來給大家開下眼界。大家可能都知道星期六在香港曹星如會決戰日本拳手，他們要爭一條亞太區的腰帶，曹星如爭不爭到我們不知道，星期六才知道，但今天呢就這個腰帶就來了這裡，給大家摸一下舉一下先，等待我們遊輪完才給曹星如了。我們有請亞太 WBO 亞太區拳王金腰帶，各位今天來的來賓都可以來拍下照片舉下他，但千萬不要跌下去，真的千萬不要跌下地，我真的擔當不起的跌下地，自己攬在腰上玩一下，不過挺重的。好，多謝WBO，多謝WBO，一條很珍貴的東西。好，多謝一陣，一起跟他拍張照片好嗎？Okay, hello. Just said that very special thanks to Mr. Cunha to give us this very good place for our exhibition to go.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a more reaction in futur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多謝曬各位嘉賓。好，跟住我嚟，我會帶大家導賞下我嘅作品嘅，咁啊。一陣可以喺呢度，一陣可以喺呢度繼續影下。好。